电烤和烧烤的这个物质，这个本身呢出现了这个叫苯并芘这个物质，苯并芘多了以后呢，尤其是这熏制的这个物质上到这个烤箱上烤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反过来又下来以后，再经过这个炭火的这个过程，这个苯并芘的这个致癌性就非常非常强了，因为它本身有一定的致癌性。那么在经过这个烧烤以后，油和这个苯并芘再一结合，你吃了以后，这种东西是相对来说致癌的这个因素明显要高了，就所以建议你不要吃这种烧烤，尤其是这种反复的油脂的这种东西，烧了以后，在这个油脂在空气中下来，又再落到火里边，再烧烤出来的这种东西。